位同修，各位大家，咁啊，大家请睇《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哋请睇经啊。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事慈悲厌故。现大鬼身是实非鬼也，咁呢度点？咁啊咧，接住嚟讲啊，呢一点咧就佛讲出嚟咧，而来发咗呢个本源啦。此系咧初发嘅本源啊。今日呢个佛讲俾地藏菩萨讲俾你听，讲呢个大鬼王啊。就是主命鬼王呢，他在八千生中做大鬼王呢，来拥护众生，所以这个是主命鬼王的本质。所以我们呢，很多人呢以为呢鬼呢就是恶的，能够祸害人，不能够给人得到福，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呢，不但能够给我们人呢有福，而且呢能够牵动我们世间人呢讲做善事，叫我们呢不要去做恶因。所以这些就是呢由依下气的本源呢的慈悲的原力故呢，来显了这个大鬼的身。事故呢，他实在来讲他并非是鬼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一般人呢所有错误的思想观念呢，以为鬼是害人的，鬼呢不能够帮到人的。其实这个鬼呢，他不是普通的鬼，他是显个应化，其实是真正的是菩萨的身份。所以我们就知道，凡论这个它的本源啊，每一个的本源都不同啊，所以它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事故呢是八千劫以前啊，它为本。意思说一个人呢修行啊，爱成就做佛呢，它呢从菩萨那里开始。那么做菩萨呢是第一次的法的缘啊，怎样修？就好像地藏菩萨一样，它是一个普通的凡夫，然后发大愿啦，我度地个众生，一路修一路修，修到今日为止，仲喺度做，就系、是、每一尊佛嘅过去生中咧，都系咁样嚟嘅，所以呢个就系嘅本源啦。所以讲咧，以一切诸佛咧无疑，每一个过程咧都系咁样，包括我哋啊，每一个系第一成佛啦，你都系爱发大愿。既然你发了你的大愿，你一路照着你的愿去修，到最后呢它都会有成就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那今次为鬼身呢，乃是的慈悲的愿上呢所实现的。所以说比如一个月呢，一个月光在天上影下来的水冻水呢，就会见到呢到处都有热的影，热呢在天上呢是一个，在我们世间看到每个水的倒影就见到很多的热，就一样，这些热是怎样，是应化，所以你要明白，其实呢这个的影是怎样变成真呢，就因为有个真的热量，这样正会显示不失的本来。事故呢显咗大鬼王身咧，实非系鬼人，所以讲我哋咧，我知道啊，众生啊，我明白鬼系点样影响嘅，所以鬼都会嚟听经说法，佢都系会修行嘅，所以讲咧，做鬼啊，系要经过500世人。也冇烦恼，也冇愁，
所以讲咧，身公啊欠我哋咧为人事啊，只恐怕日为人啊唔到头。所以今日呢个大鬼王咧系经咗百千身啦，其非系言嚟嘅，以显鬼身啦，以为我哋说法者。所以我哋知道做一个鬼咧，佢最少话都系做五百身。所以你要明白，你睇下一段啦，佢系讲出嚟，切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业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所以佛咧讲俾地藏菩萨听，呢个指明鬼王系点样？佢当时发咗个愿啦。嚟显咗个鬼身，然后呢个同佢受记咧就讲讲到指明鬼王咧未后啦，佢当成佛，佛嘅号咧嘅姓号啊，佢劫嘅名咧系叫国土啊，呢个国土嘅名啊，所以个指明鬼王咧以百以未后咧一百七十劫后，意思讲大日咧佢会经过一百七十劫后咧，佢咧就成佛，其佛的名字叫无相如来，所以主名的鬼王现在是鬼王身，你实现了一个很凶恶的相谋，恐怖的之相，无非是为了来化动众生，令众生能够舍恶而修善，其的相虽然是恶恶，但是他的心呢是慈悲的，是慈悲怜悯我们众生，所谓相从心转，故呢使能够成佛，以得实相无相，又可以说是做鬼呢有个很凶恶的之相，成佛之后呢无有最有这样恐怖之相，是故呢就清明叫无相，所以堕落在鬼道呢行受咧吹屎啊，就讲俾下边嘅咧嗰啲鬼卒啊跌棋，长受苦处啊，咁啊成佛咗之后咧永离啊一切咧苦云啊，所以个名叫安乐。所以为鬼王嘅时候咧所处不净啊，成咗正觉咗咧世界咧名叫安然啊，好安乐，就清凉纯净啊，所以故名叫净智啊，所以为鬼的时候咧，寿命咧即系五百劫，成佛咗之后咧，嘅寿命系无量无数啊，是故说咧不可计劫啊，所以讲呢个主命鬼王啊，第日佢会成佛啊，所以呢个咧系最释迦牟尼佛讲出嚟，佢呢个鬼王咧，佢唔系普通嘅鬼王，佢系大慈悲嘅菩萨嚟嘅。其下我成佛起，所以正咁修啊！所以继续去睇啊！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咁呢一点咧就系总结啦。总结咧讲出嚟咧，系讲道嘅人天啊有几多？就系讲嘅主命啊嘅统领嘅。无量的眷属里面呢故称为叫大鬼王，那么主命呢堕落在鬼的形象来讲来做这个利益人之事，所以从开始之后呢结束到成佛呢讲起了的做的事情呢事实是如是不可思议，所以主命呢自从他发心以来呢讲做一个利益人天之事，乃至啊，佢未后咧一百七十劫后咧，正嚟成呢个正觉，所经历嘅时间系好长，咁佢所做事所利益嘅众生咧系好多，所以事故咧所度人天啊，已不可衡量啦。所以啊，在阿难啊救严口经里边讲啊，其中咧。唯以主宰啊，统领上首之者咧，皆是啊，住不可思议啊，解脱菩萨所慈悲誓言啊，
分形普应啊，普应啊，实现化身在六道之中啊。同类受苦啊，事业方面咧为善知识，成熟利落啊，一切有情啊，正大涅槃啊。所以讲咧，你就系知道呢、这个指明改王咧，其成佛嘅过程所度嘅众生，你睇人哋在实现在鬼身嘅时候啊，都能够劝众生修善脱离恶道。所以呢种鬼咧系慈悲嘅，所以我哋咧唔好以为讲啊鬼咧就系恶嘅，但系鬼咧占好嘅咧系菩萨化身嗰啲咧都仲有好多啊，所以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前身嘅时候，佢都曾经有化过，乃至我哋做七业啦、超度化会啊，你睇好多一般上有做一个招面大事啊，嗰、那个就边个？嗰个观世音菩萨嚟噶。诶，佢都做到鬼王相啊！所以讲嗰个观世音菩萨，因为佢显嗰个招面大事咧，就系一度鬼道众生。所以呢啲我哋要知道，你唔好以为我堕落咗鬼道啦，鬼嘅形象出嚟，咁佢就唔能够度众生啦，只系喺度受苦啊！呢啲系其中之一啊，你要明白，因为嗰种鬼咧系有恶业。所以就我享受苦，但是这些是发了大愿的显鬼身啊，你度众生啊，你做你有利益有情一切众生之事啊，所以你就明白，所以佛呢同你受记啊。前面我们讲到这个第八品呢，二罗王啊赞叹品啊，就有讲到这个主命鬼王，所以我们从一出世呢就有这个鬼王呢来主使我们啊，拥护我们。如果我哋唔随顺佢嘅本愿啦，佢嘅本意咧系要拥护我哋嘅。如果我哋违背佢嘅意思咧，咁样佢唔扶我哋咧，所以我哋咧就会受到灾难，就会受到恶鬼啊，会嚟侵犯我哋。所以呢段咧就系讲啦。所以以下咧就讲明咧四种啊，第四咧系讲明啊成佛嘅因，会分到两段啦嚟讲咧，第日点样成佛啦啊？咁啊，第八品咧就讲到此为止啦。咁样继续咧，我哋讲啊第九品啦。第九品咧系清佛名号品第九啊。咁呢一品咧就系讲咧成佛嘅因。我哋啊点样成佛咧？一定系有个因先。所以呢个清佛嘅名号就系因啦。所以有念佛嘅因咧，大日咧。就必定有成佛的果，所以有因就必定有果。那我们想成佛，如果我们不念佛的名号呢，怎样成佛呢？所以这段就说分开两段来说，初呢就实现成佛的正行，第二呢就显了成佛的座道。所以现在呢先讲这一品了所以说前面咧所嚟嘅一切嘅品啊，就系讲咧法名啊，六道差别之相，或者赞叹地藏菩萨嘅威神之力，或者咧系讲明啊利益存亡之辈，就讲死咗嘅啊，或者生嘅人咧得你嘅利益。若果唔能够明出啦出苦成佛之因咧，咁呢、这个。七初地藏救拔之心咧，其二啊众生咧同成佛果之缘咧就唔能够圆满，所以若果想成佛嘅果咧，就必须咧需要清佛嘅名，是故咧就有呢个清佛名号啊呢一品嘅来源啦。所以我哋啊从前面第一品咧讲到呢个第九品啦，所以在呢个第九品如果唔讲出嚟咧。就是所以不圆满的。是啊，你介绍了地藏菩萨的威神啊，怎样发了广大愿啊，爱度众生啊，又讲明了六道众生的苦落地狱记种种的情况，全部都讲了出来。那么讲了救人怎样修福的过程啊，那么人生死了又应该怎样来为做，家属怎样做，亡者怎样得益，都全部都讲了。
所以讲六道里面嘅事情。咁啊，而家讲到啊成佛咯，所以依品咧就摆响呢度啦。所以你唔好以为地藏经同念佛冇关系啊。所以地藏经有呢品清佛明号品啦，就系、是、我哋嘅第日圆满嘅。如果冇呢品出现咧，就唔圆满。所以有咗呢品咧，第九品出现咧就会圆满。所以咧，地藏菩萨嘅慈悲啊，点样引导我哋咧？到最后点啊？到最后都系仲系念佛啊！所以清呢、这个系呼唤嘅意思，嗱、啊，你系呼唤啊！佛咧，即系讲一切佛嘅名就叫佛陀啊！啊，翻译咧就系、是、知者、觉者嘅意思啊！佛对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咧，了了觉故啊！啊，所以翻译叫觉者啦啊！佛咧具有自觉、觉他、觉行而满嘅意思啊！所以我哋话佛者何也啊？穷理尽性，大觉之清也。所以讲凡夫生死啊，常眠在呢度咧，莫能自觉啊！所以自觉觉彼咧，即为佛夫。所以个名呢、这个佛嘅名咧，名者就个讲佢嘅体，佢嘅本体啊。所以佛号咧系表佢嘅德啊，嘅名号咧系代表咧佢嘅德行啊。所以讲言咧，佢嘅名就指啊一佛啊，即系指一佛咧，就讲呢个佛嘅号咧系通指称一切诸佛嘅圣号。是故咧，一切诸佛咧各具啊佢嘅自己嘅名，但系咧佢哋每一尊佛咧都系已经具足咗十个名号啊。啊，所以我哋咧周时有读到咧，所以讲咧，我哋有知道《禅物啊要法经呢》咧里边咧，陈能提啊比丘啊，请问世尊啊灭罪之法，曾经请问过世尊啊，就告俾讲俾呢个陈能提啊，以及咧讲俾阿难尊者咁样原嚟讲，你等啊，当救未来众生罪业多者，为除罪故，教使念佛，以念佛故，除诸业障、报障、烦恼障。念佛者当先端坐，叉手并眼，举石向我，一心系念，心心相住啊，使不分神，心即定矣啊，先当观常啊！啊，又云啊，佛灭道后啊，若比丘、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啊，欲忏悔者啊，欲灭罪者啊，佛虽不在啊，系念大观形象者，诸恶罪业咧，速得清净啊！啊，咁呢部经咧就系讲咧，意思讲啊，佛咧同咧陈能提比丘讲啊，请佛嚟讲。讲俾我哋听咧，如果啊，我哋咧呢个世间啊，想去灭罪之法，意思我请问啊，啊，我哋世间嘅世尊啊，请问咧，啊灭罪之方法应该系点样用灭罪方法咧？所以佛讲就系讲俾咧我哋听，讲俾两位阿难尊者同埋呢个陈能提啊听过，你等众生就讲我哋。你要教我哋啊！意思话你听咗呢个方法咧，你又讲出嚟教我哋讲。你等众生啊，当教未来嘅众生罪业多者啊。意思讲我哋嘅众生咧，我哋啲众生如果罪业好多啊，嘅人啊，应该点样好咧？为除灭罪故，我点样嚟消除我哋嘅罪业咧？只有一个方法嚟讲，教使念佛。就教我哋咧嚟念佛，咩原因呢？以念佛故咧，除诸业障，能够除我哋嘅业障、报障啦、烦恼障。所以讲，你成日你话
三障烦恼啊，消除三障之烦恼啊。边三障呢？就呢三障：业障、报障、烦恼障。所以有三种障碍呢，我哋就唔能够成就。有呢三种障碍呢，我哋呢永处在轮回之苦。而家你教我哋念佛啦，就能够帮我哋呢消除呢三种障碍。所以念佛者啊，我哋啊想我消除呢三种障碍嘅呢，应该点样呢？你讲念佛者当先端坐，我哋首先呢就系坐好嚟，端正好似打坐嘅方式，端坐好嚟呢，咁样我哋合叉掌就讲，或者手印就得，或者合掌就得，叉手系做合掌意思，或者我哋打个手印，咁样放咗颈印啦，放喺我哋嘅肚脐嗰度，咁样呢眼啦就合起身嚟，鼻眼就讲我哋眼中都合起身嚟，然后呢我哋嚟呀，我哋嚟呢顶上上边，额呢就有顶上上边啦，咁我哋一心系念咗，将我哋嘅心呢绑在边度，绑在佛嘅名号，意思讲系就讲帮你注重在一个佛嘅名号啊，咁我哋呢就心心相住，就讲我哋呢一路点样叫心心相住呢，就讲我哋心念佛，我哋嘅耳仔听到清清楚楚，不断咁样重复、重复、重复咁样，意思话我哋起一个念，就我知道我哋系在念佛嘅名号，心在念佛，一路咧一句一句一句咁样相住啊，使其不分神，就讲尽能够咧，唔好俾佢走得太远，唔好俾佢走得太远，心。长期咁样系练习啊，你呢就容易能够定啦，心已经定咗落嚟啦，咁你又先呢当观照，意思讲佛嘅形象呢在我哋面前，我哋就观，所以观得耐咗呢，你一字呢就会同佛相应，咁我哋嘅心呢就容易定啦，心一定咗呢，你嘅罪业就唔咁灭啦，所以念佛滅罪業呢就是這樣，但是我們現在念佛的人呢念不出那個味道，為什麼念不出味道呢？不知道佛跟我們是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呢就觀不出來，這裡呢就教我們要先當觀象，意思我們心啊很難定，你就觀不出來，所以个心定咗，你就识观象啦。咁呢度咧，我附带咧教你一个方法。正所谓经典所讲嘅，忆佛念佛。你如果唔识忆佛咧，你就唔识念佛。如果你识忆佛咧，你就识念佛啦。应该道理咧，我在经典里边睇到好多咧，佛先教我哋。观想佛先，观想佛咧，思维佛咧，系在益佛啦。咁你同佛咧了解咗啦，然后你再念佛就会好容易相应嘅，你嘅心咧就容易定落嚟嘅。呢个系事实嘅。咁我哋教你一个方法，大家记住啊，用心去听。好多人点解念佛，念唔出嗰个咩样嚟咧？因为对佛一啲都唔了解，就算有阿弥陀佛啦，你释迦牟尼佛嘅形象摆喺眼前，你又谂下翻转头，同你咩关系？虽然系木头啊，响呢度啊，但系同你咩关系？一样道理。讲咁样咧，你好难咧去明白佛嘅功德庄严，佛系点样修成嘅？佢修咗几耐？佢为咩成佛？唔通成佛真系坐喺台上等我拜咩？所以你哋我以咩角度嚟去衡量思维呢个问题？我哋讲个好简单嘅道理啊！佛咧，我哋点解观唔出嚟？因为咧，我哋唔知道咩叫感恩呢个字啦。
好簡單，大家都有父母，啱唔啱？如果我哋父母已經過身咗好耐啦，啊，比如我哋父母過身咗十幾廿年啦，在我哋嘅腦海裏邊咧嘅印象啊，需唔需觀賞？仲需唔需揸住阿爸嘅相嚟睇下，睇清楚啲？呢排我爸，使唔使？絕對唔使。點解？我哋眼一合起身嚟，我爸嘅樣啊，點樣嘅字咧？好明顯嘅就喺我哋眼前，一樣道理。點解我爸嘅樣咁快就會想出嚟咧？一啲都唔走盞咧？你對你阿爸嘅成個樣貌啊嘅形象好清晰。點解佛擺喺我哋面前咧？點解管唔出嚟咧？就係因為佛好似冇養我哋啊！我哋冇同佛一齊生活咁多年啦，咁我哋從自細。從我哋出世時，阿爸一路養住我哋，俾我哋食，俾我哋住，俾我哋用，仲教育我哋，啊！所以講我哋自然對我爸對我媽嗰種形象咧就好深刻在我哋心目中啊。雖然過世咗啦，佢唔在咗世間啦，但係佢嘅形象啊，仲係在我哋嘅腦裏邊啊。所以我哋一觀想個爸，好快觀想出嚟，清清楚楚，好明顯啊！如果我哋能够将观想我哋父母嘅整形象嚟观想佛咧，一样观出嚟嘅。啊，父母系俾我哋嘅呢个身体，佛咧佢系可以救我哋呢个法身为名啊。边一个因果大咧？大家谂下清楚。父母俾我哋嘅身只系。人在世间一世嘅啫，就所以成八十岁、九十岁都系一世，但系咧，佢唔能够帮你出轮回，佢唔能够帮你脱离苦海，虽然同我哋有因啦。佛咧，佢系同我哋唔同啦。如果我哋能够真嘅咁样恭敬嚟观想佛，佛系能够帮我哋咧了生死、出苦海，乃至成佛道。所以佛的恩对我们非常大，超过父母的恩，所以我们先益佛，然后呢就来念佛咯。这样你念起身佛呢，你就能够相应啊。所以我们现在连佛对我们的恩有几大啊，你都不知道。那叫你念呢，越念越没味道的。所以嚟讲，真嘅明白念佛人啦，越念咧越欢喜，越念咧越爱念咧，啊，越念咧越高兴嘅，唔识攰嘅。而家嘅念佛咧，越念越唔想念啊，越念越少啊，唔系越念越多啊，念念下觉得好攰啊，啊，一啲欢喜心都攞唔出嚟。点解？你就系念佛嘅名。但是没有念到佛的心，就等于好像你回来家叫你阿妈一样，阿妈我回来了，只得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感觉阿妈养育你呢？阿妈教育你呢？有没有啊？一样道理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呢，让我打个比喻来说，父母的心，阿妈的心呢，就等于佛的心咁慈悲。如果你能够体会你心心啊，好深刻嘅，啊，好珍惜嘅。我比如讲，你在一个寒冻嘅地方，嗰啲过身喺度工作，比如讲啦，如果你阿妈知道咧个仔啊喺一个好寒冷嘅地方，个阿妈嘅心咧就快快咧去买咗嗰啲毛线。嗱，就织毛衣啊，织个寒衣俾你，日夜唔停啊，管时间，快快将呢个毛呢、这个冷衣啊，冷衫啊，织好咗啦，啊，托人咧送咗俾你，啊，咁你啊拎到哦，阿妈俾我件冷衫，啊，你知道我冻，嗱，快快着咗落去，但系你做仔嘅咧，有冇谂到阿妈点解知道我冻咧？点解我织件衫俾我着咧？有冇谂个问题？咁有冇谂到阿妈用咗几多少时间咧？
用咗幾多針線咧，織成一件寒衣俾我著咧？有冇諗呢個問題？冇，以為我阿媽你應該嘅，我當你俾衫褲我著，嗱一啲都唔識感恩啦。如果我仔識回光返照嘅，會好似兩個。點解我媽知道我凍呢？點解我媽會織一件冷衫俾我著呢？你一段一段氣去分析，去深入。咁你叫呢件衣服啊，雖然睇唔值錢啦，但你諗下，佢用咗幾多針線呢？啊，幾多支針啊？一個結一件咁織出嚟呢件衫俾你著啊！你会感受点？在你的心目中啊，你着享住心咧，唔单止得到温暖啊，你仲得到阿妈嘅慈爱之心啊！如果你知道咗呢个原因啦，呢个就系阿妈嘅慈悲心，爱锡仔女一样。咁呢件衫在你嘅心目中系咩？系个无价之宝。你明白咗，人哋用几多钱啊？你同你换呢件衫啊，你都唔肯换俾佢。点解？你见到呢件衫啊，你等于咧就系见到阿妈嘅心啊。虽然阿妈唔在你嘅面前啦，其实阿妈心已经在仔嘅心。如果你真系咁样嘅恩嘅，你讲你年年当中系唔系念紧阿妈嗰种慈爱咧？如果我哋念佛人啊，系以咁样嘅方式，去感受佛对我哋嘅恩情，然后咧，我哋正嚟念佛啦。嗰种念佛念念不间断啊！所以讲正所谓儿母益子啊，儿子益母啊。啊，咁样父母咧就母子啊就好快相见啊，原理系一样嘅。但系我哋而家念佛人咧，就揭发咗唔识观想。而且唔識益啊！咁佛對我哋嘅恩有幾大？佛付出有幾大嘅恩嚟對我哋？所以我哋咧根本冇思考過呢個問題。叫你念佛，你又念佛，但係念嚟做咩？你唔知道。所以念長咗時間啦，你感覺冇味道啦。一樣道理，你唔知道父母對我哋、佛對我哋嗰種心係點樣嘅。如果做兒女咧，做佛弟子啊！能够领回到一点咧，你今日修呢个念佛法门咧，你就唔系一般上嘅普通人啦。啊，我讲嘅啫，想做个真正嘅佛弟子啊，就一定要识感恩先。识感恩咧，你就识报恩。你识报恩咧，你自然咧就会做一个孝顺嘅佛弟子啊。啊，你自然咧就唔会令父母伤心嘅。所以你唔识，你唔识令父母伤心，你自然就唔会犯罪。既然自然唔会犯罪咧，你又遵守国法，你咧就唔使受戒啦。受戒都多余嘅，受戒点啊？系嗰啲啊五逆啊，唔听话噶，净定咁多戒律俾嘅啫。咁听，我讲过前面讲，识报恩、识感恩嘅人咧就识报恩，识报恩咧自然就会做个孝顺嘅真嘅佛弟子。做一个真正佛弟子就唔会犯戒，唔会犯戒咧，佢就唔需要做恶业，唔做恶戒对佢就冇作用，一样嘅道理。如果你响啊，我哋有持戒啊，啊持好戒先至一层层修啊，呢啲太艰难咗啦。啊，所以直接就啊，你唔好令父母伤心，唔好令父母对你忧担忧。就等于个，我哋唔想令佛失望，我哋有令佛咧对我哋咧一种嘅睇法，咁我哋自然知道恩，识感恩就识报恩啦，识报恩咧，自然咧就会做个真正嘅佛弟子，就唔会做恶事嘅。呢啲咧就叫真嘅佛弟子啦，啊，作一定嘅几百条戒嚟约束你啊，呢个太麻烦咗噶啦，咁听。啊！意思话呢个仔啊，太唔听话咗噶啦，就好似我哋啊，你估我哋受咁多条戒好咩？啊，好似我出街受二百几条好咩？就因为我太攰咗，太会做错事咗，识我净定二百几条俾我，你在家好少啊，五条啫，因为你好乖啊，好唔好咧？所以在家太乖，只五条俾你啫，我两百几条，你知唔知道啊？
啊，唔夠再加上菩薩戒仲死幾百條。嗱、啊，我哋臨做兩百幾條，你累做三百幾條仲壞過我哋，唉，仲加唔多？因為太快咗，正定而多靠嚟噶。依、這個唔好做，依、這個唔做，依、這個唔做，唔好做，唔好做，幾百條啊！你諗下，你每日戒多就好嘢啊，而戒多就越快，你知唔知道啊？啊，如果你好聽話嘅，使唔使訂咁多條戒條俾你咧？你諗下，需唔需要？就好似你養仔，你仔咁乖啊，阿仔啊，自然時間到自然做功課，使唔使戒律？唔使嘛，啊，時間到自然翻休即係瞓覺啊。又唔使欠你，自然唔識做壞事，又唔會偷人哋嘅嘢，又唔會呃人，又唔會講粗口，種種都唔會。咁樣佢做個父母，使唔使定咁多戒律俾個仔咧？唔需要嘛。咁我定咁多俾佢，就因為太快咗，原因一樣啊。所以你要明白，所以我哋又而家咧，我明白先做咩咯？從感恩先，識感恩嘅咧就識報恩嘅。如果我哋唔识感恩，你报咩恩？嗯，所以大家好知啊，咩叫知恩报恩？识写，写得咁大件，着嘅衫喎，系咪？但系咧，恩在边度嚟？都唔识啊！所以我想成佛咧，都系一样，我恩好重要嘅。所以知恩嘅人咧，就知恩图报嘅，就唔会做错事嘅。讲俾你听。念念不忘，如果我条命咧系俾人救到嘅，比如讲而家我嘅生命咧系好危险，突然间有个人救咗我条命啦，咁我嘅会点样在我心目中，其实系我嘅救命恩人。如果冇佢当时救我咧，我就冇最今日嘅日子。所以得到人救命嘅恩咧，我哋咧时时刻都谂住我点样回报翻，报答人哋救命之恩啊！所以呢啲正系人啦、啊。如果人哋救咗我，帮咗我哋，唔知知恩图报啊！呢啲就咩恶人一个啊！呢啲肯定落地狱嘅，讲俾你听啊！唔知知恩报恩嘅，就肯定落地狱啦。所以我讲呢啲咁事就讲太多咗啊！有啲听好反感，尤其现代嘅年轻人啦、啊，根本唔知道父母养育之恩啦 啊！所以我讲。父母少少唔順嘅意啊，佢就威脅佢噶啦，就死俾你睇噶啦，你唔俾我就死俾你睇，真死俾你睇，就空中飛咁跌落嚟。所以而家嘅兒女啊，好恐怖嘅，你知唔知道？啊，掉翻轉頭咯，係兒女威脅父母啊，啊，一樣嘅道理，一樣嘅道理。所以而家人已經演變到咁樣嘅語恐咗，你知唔知道啊？所以佢咁樣，我唔收徒弟仔，費事嗰個做個仔嚟威脅我啊！我唔教，等佢死俾我睇都慘。所以我冇呢啲事咧，就天下太平，自己自自由由啊！所以你學我嘢，我就教你啊！最好你唔好做我仔就得啦。所以做個仔就好慘噶，你知唔知道？到時掉翻轉頭咧，佢威脅我。你睇而家報紙一打好多兒女啊，威脅父母啊！两句话唔啱就离家出走，好恐怖嘅。所以有儿女啊，啊成日担心啊。而家十二三岁，你同你同居啊，你谂下，你谂点样养咧？打又唔系，十二三岁同居，你知唔知道啊？哦，现代嘅后生嘅，好恐怖嘅。所以讲，依家系咩时代？依家唔识感父母恩咗嘅，啊。所以我讲个唔好听，而家只有嚟还债，佢嚟系攞债嘅。所以我哋一个念佛人啊，得一样，就算今日喺我修净土，系念阿弥陀佛。首先我哋将阿弥陀佛嘅恩德咧，为乜嘢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对阿弥陀佛就好感恩，识感恩咧，你自然就会翻到佢嘅身边。就唔会令父母咧苦苦喺度等候你，就唔会令父母失望，一样嘅道理。我哋而家在呢世间流浪生死啊，就因为咧唔知道父母啊，唔知道阿弥陀佛啦，无时无刻在挂念住我哋。正所谓讲啊，佛念众生啊，唔系众生念佛啊。
是佛念住众生先，你要搞清楚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在时刻就念住我们，念住我们的可怜的众生，为什么还不快点回来，还在那里作业，在那里流浪生死，看到你这么痛苦又无可奈何，那仔不会回来，有什么办法呢？就好像做父母，你的仔走出外国，一些音讯都没有，不懂回家，但是做父母心时刻就想看仔一面，但是仔有没有这种意思？没有啊，他不理你那么多，你想到露了一束头发白的，想死他也不让你看一面，所以父母死都不眼闭眼大大看着，为什么就等你看你？所以我看死人看得多，为什么死不得？死都不眼闭，就是因为看不到那只仔。在父母心目中，仔永远是他的宝贝，说给你听，但个仔没有体会到阿妈的心。所以我念佛人应该是怎样念呢？首先我教先应该知道以知恩，然后来报恩，这样你才知恩报恩，你就不会令其失望，咁你自然就真诚心就会念佛嘅名啦。咁你念佛嘅名号呢就係实际啦。就唔係空口啊。唔係空口念啊。但係我睇到而家念佛即係念咩，念个學嘅啫。冇念嗰隻心啊。冇睇会到阿弥陀佛係点样慈悲，冇睇会到。所以你念佛呢，念你念咩，你念不出个样子，你知唔知道？咁你点样消业障呢？你谂下，你谂下，大家揸住念珠啊，系咁样精进啦。我睇你打佛七，打精进佛七啊，表面上好精进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系咁念，系咁念。到时一落课咧，翻屋企咧，两夫妻一顶嘴咧，个。佛法放两边，嘈交摆中间，嘈咗先至嚟念佛，你谂下啊？所以讲咧，佛法念佛放两边先，啊，嘈交摆中间先嘈交。呢啲而家人就系咁啊嘛，包括你年幼啦，有吗？如果头刚才正响念佛堂呢边，精进念佛啦，你又念咗几次咗嘅啫？如果隔篱一个或者咩年友得罪到你，哇！知念佛嘈交先啦，个佛放两边，念佛喺中间先嘈咗先，所以呢啲就是习气啊。所以表面上以为哇好精进啊，刚才啱啱打佛七啦，哇！之后念佛念得几精进，我去参加精进佛七24小时7日，一翻嚟同老公咧就。快呢两边啦，嘈交摆第一啦。头先嘅念佛气咗边，冇咗啦。你谂下造业，七日念咗，忽然冇消，消咗罪业，你就唔知嘈交噶嘛？啱唔啱？点解会嘈交咧？正话造业冇消咯。所以你咁啊唔知道方法啦。我见过你好多在家人啊，都系咁啊。嘈交摆。摆第一念佛咧就摆两边啦，企中道你知唔知啊？嘈交系中道摆中间先嘈咗先，所以而家嘅人咧都唔知点样修，我都唔明白，道次一样嘅，所以表面都打佛七，佛七打完啦，落课啦，休息啦，首先电话打出嚟就知话近你揾得到咩？而家我唔得闲，正紧打紧精进佛七，你唔好嚟嘈我。你睇打紧佛七，仲喺听电话，同佢从出边联络，一阵都放唔大，一阵都放唔下，你点念佛？我讲你，你放唔下，睇唔破，放唔下，你念咩佛？人就在念佛堂，心就挂住头先嗰个打俾电话俾我，咩意思？好紧张。所以讲而家人太方便咗，带埋个手机，又带埋个念佛机，两只机一齐带埋，都唔知念边一只机，又爱念佛机，又爱手机，
兩架機一齊練，所以而家睇到啲人啊，唉，唔好講啦，點樣滅罪孽，睇唔開啊！所以唔就係念咩？念個空殼咯，念個名，但係冇嗰隻心，念唔出佛嘅慈悲心，點樣為我哋？你睇阿彌陀企住嗰度做乜嘢？為乜嘢咧？為誰咧？你搞清楚嚟啊！點解阿彌陀嘅手去放落嚟咧？等邊個咧？你諗清楚啲嚟，你話一一係體會啊！啊！如果你體會咗、睇明白、開悟咗啊，你就知道點樣念佛啦。所以今日阿彌陀企住都係等你，手放嚟就等住接應你，無時無停過。阿彌陀手放咗，而家放咗放咗十劫啊！聽啲咧，十劫啊，唔係十日啦，唔係十年啦，你仲唔會搭上嗰隻手唔俾你接翻起，仲喺度流浪生死？你睇。辜負了佛的苦心啊！你知唔知道？就好似阿媽放咗手咁耐啊，等住你，你唔感覺攰嘅咩？你唔感覺體會嘅手放咗咁耐，等住接你，你唔感覺嘅咩？所以你佛像咁樣嘅塑造咁嘅現象咧，就係、是、有表法好有大嘅意思，好深厚嘅。所以你有一啲係拜佛，所以你未拜佛之前咧，你係先觀想佛先，睇住阿彌陀咁企住喺度。一举一动响度为乜嘢？等边个？你慢慢深深去睇就咁样，你就会好恭敬、好诚意咁样拜落去啦。咁你自然咧拜佛，你就识念佛啦。咁你心咧就咧念念不忘佛嘅恩。咁样你就系叫真嘅佛弟子啦。啊，自然对世间事咧就会睇开放下。所以識睇開放下，你就能夠出世間、出輪迴咯，就唔會同世間人去計較啦。你又明白，所以念佛應該點啊？端坐先觀想，先當觀想，觀佛嘅形象。然後咧，唔係叫你睇啊佛莊嚴唔莊嚴啊，係睇佛嘅悲心啊，對眾生呢個最重要。佛嘅大悲心咧係無言啊，無緣攝諸眾生。意思讲无条件接受众生度众生嘅，呢、这个正叫佛嘅大悲心，你有明白？所以就讲佛灭度咗后啊，如果佛已经唔在世咗之后啦，若果有出家男众、出家女众、在家男众、在家女众，欲想去忏悔者，意思讲你想去忏悔你嘅罪业者咧？如果你想去滅罪啊，我消滅你的罪者呢，佛雖然不在了，但是呢叫你係念啊，大觀形象者諸惡罪業啊，速得清淨。意思講你想去懺悔，想去消罪滅呢，佛不在了，你應該怎樣用你的集中精神呢，來觀想佛的形象，就讲佛像在我哋面前，你有观想。如果你能够将佛嘅现象观想出嚟咧，你所有一切恶嘅罪业啊，就好快得到清净。点解咧？因为佛嘅威神功德嚟噶，已经入咗你嘅心。正所讲，一切为心造。我哋嘅心咧，只有佛嘅形象。只有佛的庄严，我们就不会想善的恶的，正所谓不思善不思恶，所有罪业就消灭了。如果我们成日动物又思念的又思恶的、我善的有多少，我恶的有多少，一路思念这两个问题，你一微向就做了什么？做了善恶两业，做了善恶两种业，你就做了就在轮回出不到，所以原因呢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想要出轮回呢，想消罪业，只有观想佛，只有念佛。所以你念佛观想佛呢是正业，正业呢就不是善恶两业，
善业恶业咧就在六道，善业就是三善道，恶业就是三恶道。所以你一路顺住善恶善恶善恶呢两种业咧，你咧就搞紧轮回咯。所以而家你就一心集中你嘅精神观想佛，或者你一心只有在念佛，啊，唔理嘅善唔理恶，呢两边放去，啊，放一边。善恶放一边，专集中观想佛念佛，咁你就修正业啦。念念啊，都系正业，你点唔出轮回呢？你点样唔消罪业呢？所以你真正嘅忏悔者咧，只有呢个方法。如果你真系想忏悔咧，只有念佛、观想佛嘅形象咧，你嘅罪业咧就能够消啦。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忏悔是怎样忏法，所以忏悔只是用个表面仪式在忏，但是个心呢拿不出来，拿不出那个忏悔的样子，那你的罪业不可能消的。真正忏悔呢就是改过，改过咩？唔理善唔理恶，专集中在念佛、观想佛，呢啲就叫灭罪业啦。就唔使去做嗰啲仪式上。如果你讲忏悔，你拜忏咧系可以消罪业嘅咧，你咧就唔会翻嚟埋怨啦。所以我见到啲老菩萨，哎呀，年年去拜忏啦。啊！喺做法会即系忏啊，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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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咗三日五日啊，法会结束啊，翻嚟咧就叫孙啊，阿孙啊同阿嫲等背脊啊。点解阿嫲拜咗忏翻嚟好攰啊？如果第日孙咧同阿嫲等嘅，你救我救你孙啊！你讲，你话阿嫲，你唔系讲拜忏翻嚟住完烧咗咩？烧咗就应该唔痛啊嘛，唔痛仲按我等背脊做咩啫？哎呀，呢度攰啊，呢度攰啊，捶咁捶啊，啊！有些人拜忏啦，啊，在念佛响念佛咗，拜啊，拜完咗就响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咁痛嘅，其所谓一物二用，又可以念佛，又可以捶骨头，所以我见到啲念佛人，唉，真可怜。一路念佛一路捶，越捶越大力嘅啫。佢跟住个拍子咯，念一句捶一下，念一句捶一下。你到底系念佛咧，捶只脚？到底系脚痛定心在念佛咧？呢两件事搞唔清楚。啊，所以我有时打个佛得出嚟，哎呦，呢度痛，嗰度痛，嗰度痛。你睇，所以我讲啊，有时啲人啊都唔知点样收。我哋讲嘅其实听唔入耳喎，啊，参加想消罪业，啊，灭罪障，但系咧又唔照做，因为咧你唔能够攞出心欢喜嚟，你点嘅心唔出欢喜心，因为对佛一啲都唔了解，所以你只有表面上啊，我知道能阿弥陀佛系好啊，冇错啊，但系你唔知道好在边度喎，啊。仲有好多法师一样嘅道理，念佛啦，念佛啦，念佛，大家快啲念佛啦！但为咩念佛？佢唔知道，念唔出个咩结果嚟嘅。同样嘅道理，所以我教你念佛唔系咁样念佛，我教你话先系将佛了解先，就做个仔先系了解阿妈对我哋嘅恩在先。然后你识感恩，你正识念啊，一样嘅道理。咁你心心念啊，念到好欢喜。意思讲，我教你好简单。今日我念佛人咧，对阿弥陀佛了解，了解阿弥陀嘅大慈大悲系救我的。我哋今生嘅生死啊，出苦海啊，呢件大事啊，今日咧得到阿弥陀嘅慈悲救度，咁我哋嘅心咧就会安定落嚟。自然就会产生欢喜心，咁你对佛咧
就會念念不忘啊！咁樣念佛咧，就唔會間斷嘛。無時無刻你念佛念到好開心啊！佛落實咗一個正啊，俾我哋個念佛人啊，若不生者不取正覺。若果每一個念佛眾生，如果你唔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我佛仲比丘就是阿彌陀嘅善身法，我就唔會成佛。所以我哋得到阿彌陀落實咗、印證咗，念佛人肯定往生西方世界。咁樣念佛就會生歡喜啊！所以你就唔理嘅罪業仲有幾多啊？所以你念念不忘啊，阿彌陀佛教導之恩啊！你咁念佛啦、啊，就唔同啦、啊，就唔係以前嗰啲啊，念到啊提心吊膽啊，驚到半死啊！恐懼啊，緊張啊，啊又驚念佛起唔到極樂世界啊，所以講有啲人教就係咁教你嘅，所以教唔出個咩樣，念到驚，個個人都一心不離，死得死得，得唔得一心不離就唔使起，我同你話，你打咗一百個佛七落嚟啊，都未得到一心不離啊，講俾你聽，咁容易話、啊，其實咧。我哋咧對佛慈悲嘅教導，你咧就乜得安心咁樣咧。所以講念佛咧消罪業最快脆啊！所以你又明白呢個道理啊！